女团佐佐右右因为甜美可爱的长相，从小就受到高度关注。日前两人正式从国中毕业，也让不少网友感叹直呼当年的小女孩长大了。没想到近日两人也特别参加 K-pop 街舞比赛，展现精湛舞技和绝佳默契，直接变成街舞少女，超强武艺也吓坏不少网友。比赛中表演的舞曲，不论编舞动作、力道还是顿点，都做得很像专业舞团，甚至还有地板动作，让网友们纷纷赞叹这两个女孩太厉害了。而两人为了学业，从2018年就没有推出作品，这次跳舞的影片曝光后，也让粉丝们纷纷敲碗，佐佐右右赶快复出，好怀念他们的动感舞曲啊。you